好，一回三个，六回合，哦。快慕容真，你乃慕容真，这个过来先打他。啊，没换到，奇怪，我刚不是换的吗？既也不是换了，怎么又跑回来？神魔共死破。这个的压制是什么？不克制，这还是要先打掉那个，不然很危险。蒙古力，蹦你，赤色魔物，我砍他。他会中赤色魔物，人家请指教。甘霖之色回了一点点，危险！什么时候不暴击？这时候把我暴击暴就死。曹庆领命，请指教。
接下来是应该是 A O E 回合，有0.5倍乱神。曹庆领命。第六盒，哎，上3000多，什么机会？下去，轰死你！哇，这感觉好像……这个有兵你会更好打，有兵你会更好打。